非常感谢大家愿意支持这一场音乐会，因为我们马六甲是一个小地方，然后喜欢音乐的朋友有点难找，不敢相信耶，五年了，然后我们做到这一切了。叫年轻人，就十年后要叫中年人。音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管道，让大家相遇。再次给我们所有的歌手们一个掌声好吗？来 ，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，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。
牵着。